高雄市的前金大同社宅招租时有提供家具，号称一卡平箱就可以入住，但有多位申请者反映可否自选家具，因此针对这次即将完工的凯旋青树社宅，市府都发局将以样品屋的方式提供家具摆设参考。那但是比如说像沙发啦、桌椅啦，这个人有个人的一些想法，而且风格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这部分呢，就是由来申请入住的民众他可能用租的、用购的方式来布置他的这个家庭。市府都发局计划安排凯旋青树社宅 A 栋七楼和 B 栋三楼作为样品屋，征求业界有意愿的厂商提供家具和家电规划的展示服务提案计划，审核通过的厂商可以优先选择展示间的位置。公告征求这个家具家电的这些优良厂商那可以在这个公告期间内来提供他们的一些规划构想，或者说他们可以愿意提供给这些住户什么样的这个配搭方案。至于展示的家具和家电，承租者如果觉得满意的话，就可以向厂商议价，用承租或购买的方式省去到处看家具，也能够让厂商统一进场，就让这些这个厂商来做展示做食品屋让看屋的民众他就可以现场看，如果他觉得不错的话，他就可以跟这些厂商谈如何要用租的还是用买的方式来这个洽购这些他所需要的一些家具家电。有意愿参与本案的厂商，请于7月20号之前提出家具及家电展示服务提案计划书，并且提出进场测量、说明房型设计或讨论后续摆设等，市府都发局都会予以安排。记者杨家伟、赖昌邦高雄报道。